说起的张妈大杂烩又来喽。有个小骨头，跟我一样能吃一点点辣的姐妹，你一定把里面的辣椒油包放进去，因为它就是很整体的影响这个味儿，老香了。是它这个的点睛之笔。不是特别辣的辣椒油，就是算是微辣吧，一点辣，就是特别小。